辈敢再次潜入魔界，敢闯岩波禁地，胆子不小。等等，我们无意为敌。魔僧大人，我们是来调查祖师动荡的事，此事也关乎岩波族。我是独将军拳手，独将过来的。你一旦出现，魔界肯定得跟着倒霉。你也不想魔界出乱子吧？你血我！不行，他太强了。桑勇，我一直撑不住，就立刻带他们回独帐。小火必须留在你身边。大师风。
上直攻。还不错，九泉动荡的事说吧。多谢魔尊大人手下留情，此人的部族世代守护独杖泉。4年前独杖泉曾经发生过这是放过我们了吗？如果不是，我们早已经尸骨无存。这个魔的气势好强，在他面前我都不敢呼吸。魔尊重楼是魔界顶尖强者，之前我就是被他打入到人间。哇，被他揍了还能活命，你也够厉害的了，兄弟。啊，这里就是帝国的源头啊！好厉害好厉害，我感觉自己变强了许多。辛苦你了。包在我身上。我们该如何走？